好啦，咱各位继续来上课啦，哈。为中国来拢毋是啥物好物件，你看咱那咧咧骂人，有时啊拢骂讲你算什么东西，表示歹，好、哦、东西就是歹。咱毋捌咧讲骂讲你算什么南北，咱无咧骂人讲你算什么南北，哈、哦。因为咱台湾，咱有生产真好只个金蕉、甲山啊。那么你若甲金蕉、山啊，往同一个纬度，甲送去厦门，送去迄落福建迄边，卖不到好价钱，因为因冇生产金蕉、甲山啊。而且伊阁免运金，伊人工也俗，土地也俗，啊，咱土地贵，人工也贵，阁爱用船运甲运过，咱绝对袂输伊个吼。你若一只金蕉，若一斤五十，伊运去到你若卖无七十，了钱。结果因一斤十块就咧卖啊，咱要安怎甲伊拼？咱绝对拼输。但是咱若甲金蕉怎样往北运，甲卖来日本？三倍计数，今朝一斤五十变百五，吼、哦，也有钱赚。同款，日本人的梨啊、苹果，伫咱早期台湾还未有生产梨啊、甲苹果，因日本的苹果好来台湾贵酸酸，嘛是三倍计数。所以台北的迪化街，因拢讲因咧卖叫做卖南北货，对无？高雄的峰山中街，伊嘛是讲，因咧卖南北货，无人咧卖东西货啦。因为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吼、哦，好。啊，所以咱来看，为中国来有啥物东东？我住伫屏东，吼、哦，我那日头足热了，足热。啊，那寒天，我那来遮上课哦，哪一拄到中国来吼、哦？哇，阿太，啊，电脑桌煞走的煞袂叮当嘞。那伊拄到寒流，吼、哦，我着赶到时阵，因为温差足大，我伫屏东穿短个，啊来到遮着爱食去，吼、哦，西装爱紧穿起，吼、哦，所以我对中国来寒流我足感冒个，啊，真正会感冒，拢寒着，嘿，好，啊，所以为遐来，第一个我着讲即个上歹，第二个为十几年前开始。发生有中国来的沙尘暴，吼、哦！沙尘暴是安怎个发生？就是毛泽东即个吼，我那算天才，伊想要超英赶美，啊用迄个土布，讲要土法炼钢，结果呢，就叫恁因遮个人民砖头附近的树啊，拢错错的兄大造。讲要连钢连铁，结果无影无只，哎，那个，我、哦、出来了哈，好，过来沙尘暴哈，啊，遐树啊，错掉了，到尾啊，遐头几年啊无感觉，尾啊遐根烂的，无都白土，规个开始沙漠化，吼、哦，啊，所以开始十几年前开始，拿到寒天。好，西北风吼，东北季风来吼，咱台湾就受到因那边的沙漠化的这个沙尘暴，飞来到台湾。好，啊，这几年换出一个叫雾霾，啊，这就是哦，1979年迄阵，邓小平开始开放，这个改革开放，让中国变作全世界的工厂。只要你落订单，落我中国，我什么都做，无管你这是外污染，有偌济毒个，会产生偌济毒个污染，拢无要紧。伊就像咱同款，咱四五十年前咱同款，嘛就为着中华民国
在台湾要徛起，叫咱台湾牛拼生拼死，出卖台湾人的青春，出卖台湾的环境的环境权、环境权，牺牲我们的环境，借着中真侪水的污染、土壤的污染、空气的污染，吼、哦，啊，咱就干那为着要赚钱，拼经济、拼经济，哦，哎，啊，他拼拼吼，少年拼赚钱，啊，赚的钱吃老，卡来找医生买药啊吃，吼、哦，啊，同款，这个雾霾就是中国人为着要赚钱，伊嘛牺牲伊的环境权，所有外国人无爱做的物件。有足侪污染的、有毒的，伊拢落订单，互中国人去做。啊，这早期台湾同款，台湾若只要有两座的石化炼油厂，就有够供应咱台湾啊。结果，咱即马创到六氢，吼、哦，六氢这个足毒的。你看，云林遐乡亲有咧后悔啊，因为附近的人足侪拢莫名其妙得癌症。好、啊，而且就是牺牲环境的环境权，啊，为了赚钱，为了赚一寡一撮啦加工的费用，你替外国人加工。你敢知影？澳大利亚、澳洲土地是要甲要咱的两百倍，伊的人口差不多2400万，加咱差不多100万。因足侪专利的做塑胶的这个技术，结果因家己不爱生产，因。授权落订单，予咱台湾的石化工业甲塑胶射出这些公司来做这些伊要爱这专利的零件，做好交因，因敢那等于佮答应的飘头去哩，安尼因的附加价值就出来，啊，咱拢赚一个5%、10%的工资，污染留伫咱台湾，吼、哦，所以足可怜的，为了要赚一下钱。啊！来牺牲子孙的环境，哦，这足多土壤是几啊百年无法度恢复的，哈、哦。啊，中国即马同款，即马因遐大都市，上海、北京，有时啊，就搭即款雾霾吼，因都爱挂，像迄防毒面具爱挂 N95 的口罩，哈、哦。啊，真侪全世界的大间公司派伫中国的总经理遐高级干部。因本来拢居家去住伫遐，即马拢真侪拢已经根本无爱趁钱，因为伊知影伊个输入迄款毒，掉伫伊个肺部，迄不可逆转，食药也无法度清掉个，吼、哦，所以因遐高级干部拢咧走啊，吼、哦。来，过来，第一先讲，伊先讲，咱就是失败啦。安怎讲？1624年。差不多390年前，荷兰人来占安平，底下起热遮兰城，吼、哦。刚迄一年，荷兰人嘛去占纽约的曼哈顿，底下开一个港口，叫做新阿姆斯特丹港。你看，边边差不多48年后，即卖纽约曼哈顿，吼、哦，就纽约变作全世界上大的都市，上富裕，吼、哦。的都市，啊，咱的安平呢？咱即马台南市，即马六都已经排第四名，输台北、输高雄、输台中，伊排第四的。本来是全台湾，哦，一户就是台南户，2630000，即马这个一户掉到第4名去啊！好、哦，啊，这就是这个来了，咱准失败。哦，他成功，我们失败。哦，你若讲咱继续和荷兰人在台湾，到即马拢无走安尼啦吼。哎、我话咱即马大家吼，拢遮官大，啊，有诶拢金头毛，你知影混血拢足水诶，对吧？混血都拢足水诶，吼、哦。啊，大家拢讲荷兰语啊，都袂讲我即马咧讲即个闽南语。安尼，中国就袂讲台湾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一省啊！吼、哦，你来看啊，拢金头毛、目睭落落呢，偏啊个独栋呢，啊个讲跟咱无同款的话呢，吼、哦，安尼咱就堪比坎坷那样啦，吼、哦。
大清时代，我头拄仔讲个，有够崩塌个，212栋无拆掉，甲咱为家人开一条路，开到屏东，吼、哦，咱日本人来11栋就起，吼、哦，就起一条纵贯线、台线，吼、哦。啊，过来，哦，这嘛毋是啥物好名啊，中华民国在台湾，哦，啊，我改个改字，中华民国海台湾。好、哦，那一卖来吼，咱真跟奥克纳瓦同款啊，咱可能早就回归大日本帝国、哦、啊，吼。啊，那边边要外国人管，咱嘛找一个水准较悬的，吼、哦，日本人来甲咱管，吼、哦。你看日本人甲咱管50栋尔，咱台湾脱胎换骨，台湾人和大清管拢散散，日本人来管50栋了，咱的阮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第一，修信用、修时间、修法。你若讲来讲讲时间啦吼，咱来讲火车就好啊。日本时代火车呐，咱咧讲讲慢分，火车讲慢分。即摆中国人来灌讲误点啦，一点钟啊，你知影一分钟甲一点钟是差60倍，啊，你就知影讲，互因愈灌脱，咱愈遭奸去。干那火车人日本足照起工，我几点爱到对一站就是安。中国人来凊彩啦，用时间用误点咧做单位吼、哦，啊所以中华民国来吼、哦，歪哥一大堆啦。大概呐，啥物大个建设拢对家预算，啊、哦，比如像北二高预算编2500亿。啊，变啊，清统药就甲做开啊，就替咱清几个啊。啊，那因中国呢？因中国党来做，哪个因继续做总统？2500亿无够，可能爱去追加1000亿，变3500亿较做会好啊。啊，你看，因外口，因真正，因较早来中山装拢，迄种穿中山装好无？遮两个袋啊，遮两个袋啊，伊个个会当伸缩个放大呢。迄就是拢咧提钱诶。当伊来台湾，佮咱讲，阮来台湾，阮无要收红包。台湾人听也无，迄阵日本人无咧收红包，红包是啥物东西，咱毋知影。莫名其妙，嗯，伊在咧讲红包，啊，到尾咧办代志咧送件，你看拢未通过。吼、哦，较知影讲爱洗钱，爱洗红包啦。吼、哦，迄阵较知影讲，哦，我莫怪因咧，各地拢做足大个，佮会做。伸缩的、扣紧的，有无？哦，这真正害咱台湾人，害咱台湾即摆咧讲话无信用，啊，无咧守时间。较早阮一大人讲啊，我若话讲出去，答应你，答应较惨死，信用爱顾较好。即摆毋是啦，合约书写一本才两本啦，佫出代志啊！啊，这就是日本系统甲中国系统信用伫底落差异啊！写到足大本，佫无效，吼，佫会出代志啊！你即个嘛，真嘛歹做个，蒋介石啊！阮老一辈拢吼，阮爸因遐朋友咧讲啊，迄两粒原子弹，我甘愿落牵来带咱台湾，嘛无爱伸着即粒臭石头啊！即个遗害百年呢，牵伫广岛、长崎迄两粒吼，30年以后因重建就 OK 啊呢。咱即马遗毒百年呢，甲即马死还阁占在迄个国学校的校园，迄些乌人有无？蒋介石当中要是满世界呢，还袂清掉呢吼、哦。所以中国来拢不是什么好东西吼、哦。好，咱来分听讲，美国的前国务卿鲍威尔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所以头拄我咧讲。袂使讲本身，嘛袂使讲台湾国，或者因为咱是一大日本帝国，啊，咱即马暂时去用，吼、哦，即、这个2004年10月2号，前国务卿鲍威尔，吼、哦，伊访问北京，啊，遐记者咧甲问，吼、哦，中华民国甲台湾到底啥物东东？伊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
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吼，这是国务卿美国这个鲍威尔讲的。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啊，这句话怪怪，但是确实是安尼。他是美国的境外，因为美国人若要来台湾朋友，嘛是爱摕因的美国护照，才会当入来台湾。啊，伊用国内话，台湾管制话是国内话，用台湾管制话，这个国内话你甲咱管，佫是美国的国内。啊，足奇怪哈！啊，这是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呐哈，即马由台湾的这个地理当局代理中哈。这个台湾治理当局是台湾管制法内底用语，因为1979年的1月7日，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啊，这个麦克阿瑟这个一号命令等于等在的，所以参众议院赶紧来成立这个台湾管制法。来继续管台湾啊。那么国家有认定的四个标准，我们来看：第一，要有领土；第二，要有人口；第三，要有政务；第四，要有外交权。啊，即马咱定咧讲台湾国，台湾国。后来咱来看啊，台湾国你有领土无？歹势，即块领土是日本天皇的。啊，有我有啊，阮有2300万，歹势。大部分拢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暂时做中国人，所以无台湾人口，无台湾国的人口。有啦，阮有政府，歹势，这个叫做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伊是灭亡离开伊的国土，到来伫别个国家的一个政权呢，吼、哦，国民党政权，吼、哦，所以台湾国嘛无政府。我有啊，我有23个小朋友的国家，我跟他4、5个月前去碰见一个甘比亚，哦，反正你甲提伊个外交的建交公报来看，拢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派伊个外交部的官员去跟人所签的建交公报，唔是台湾国去跟人签的，所以台湾国这四项拢无，所以鲍威尔讲的唔是国家，正确。啊，咱拢拜关公、拜妈祖，所以咱拢中国人。啊，拢用汉字啦，所以咱拢是中国人。那这个逻辑哪会通？安尼信耶稣的，拢以色列人，拢美国人。啊，那拜释迦牟尼佛的，拢印度人嘛。好、哦，所以这逻辑未通。啊，那用汉字就中国人，安尼新加坡，敢是？啊，较早韩国嘛用汉字呢，哦，因为较早首都汉城，啊，即马改做首尔，包括即马日本嘛要咧用汉字，日本跟中国人，唔是啊，吼、哦，所以这个逻辑原来未通。老多用一个讲无着，多来讲，早期平埔族拢是母系社会，妈妈。哦，这边上大，包括头拄仔咧讲讲，甲牵伊个手，招伊转来做翁。这个翁，若表现无你预想的安尼吼，遐好。只要这个查甫在时要出去做翁过，这个女主人会当甲伊个家当收收咧，用草席啊包起来，被单包起来，甲下拖门口。因这个翁若转来看到伊个家当去用收收等伫外口。他就知道他被羞辱了，啊，伊就爱去包毛呢，爱去家己去找所在住，吼，应该会使啦，吼，好，啊，所以女孩子早起真正不止撑半天篇，规个拢伊咧吐就对啦，吼，查甫反而是附属的，吼，好，好，所以咱跟汉人无共。你莫讲讲，咱拢汉人，咱拢中国人，咱的风俗习惯跟因无同。啊，咱较早有咱家己语言，有咱家己生活习惯，包括是安怎，咱女孩子生囡仔爱做月来，爱食麻油鸡酒，啊，这嘛平埔族的特色。好、哦 okay ，好，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将来要安怎？伊要去倒，何去何从？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部将要裁撤，干那改存做指挥部，
目前的21万5的兵力，上尾啊要精简到剩12万人。好、哦，啊，这个指挥部将来上的职位，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直接指挥，这个指挥部下令指挥这个指挥部哈、哦。那么美国军事政府呢，就来台湾，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员要撤退去金门跟马祖，哦，这要个伊的国土。甲福建的平潭岛，好，咱来看这福建平潭岛哈。对啊，讲伊伫福建省长乐县的外海哈、哦。啊，这个伫今年的10月30日，海峡号平潭至台中港首航，航程3点钟。即卖已经开始咧规划，将来若要撤退，哈、哦，就是拢用这款船来撤退哈、哦。啊，过来台北港。就是巴黎迄个台北港吼，去年的10月7日海峡号首航，再佫较近吼，比台北港遐2点半钟呢。那么伊即只海峡号的船啊，会当载760个旅客吼，啊240台卸载车，去年预计会当运18万的人。那么台北港虽然较慢开通，但是因这联合报社的因的电子报甲你报的讲。台北港的运量会超过台中港，什么原因？因为当初中国人撤退来台湾，大部分为吉兰港起来，所以北部地区中国人较济，吼，所以人会讲台北县市就是中国城，吼，就是安尼。啊，所以将来要撤退为台北港出去的人会较济。那么，是安那美国讲台湾独立代表战争，咱过去呐听来讲。哦，台独那战争是阿强啊，要甲咱拍，歹势唔对，是美国要甲咱拍，啥物原因？哦，咱来先看者，这个是美国的前国务卿副国务卿佐利克，伊伫美国这个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美中关系听证会面壳表示，互我清楚来讲，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即做一个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这么率直，甲台独跟战争直接紧密挂钩，这伫过去是足罕见的。吼、哦，即过去冇遮关战处的美国的主要官员会直接讲台独就是战争。啊，伊讲这是因为，我话个话讲较白咧，独立代表战争，即代表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甲海军陆战队。这四大军种来打台湾，什么原因？就是讲，台湾甲澎湖，这是暂时，咱日本国无现金、无钱通啊赔这个战争债。台湾这块土地顶管还阁有两个主人，一个就是台湾甲澎湖的所有权证有名的这个日本天皇。那么这个所有权证等于即马暂时因为战争的关系，无钱赔战争债，所以甲台湾甲澎湖抵押伫美国手里，台湾甲澎湖等于是美国在监护当中，主权许美国底呢。但你注意，这所有权证底呢，无代表讲过户，顶管的名还阁是天皇的，哦，主权还阁是日本天皇的，无变更，无移转出去，哦，咧等日本爱。爱提钱来赔，较会当像琉球同款赔3亿2000万美金了。美国甲琉球，包括调一台尖阁群岛，拢还我一本。所以等于咱台湾，就敢若讲我啦，这个表啊，这个表啊，我摕来啊，你开当店，我摕你啊当，当3个月。这3个月你还要搞保护好哦，你莫要阿强啊退呢。3个月，我若有现金摕来給你，你爱原封不动，没有增加，没有减少一颗螺丝，爱还我呢？同款，我即马台湾朋友抵押伫美国手里，你爱保护好，好好。所以像那1996年台海发生飞弹危机，阿强啊，甲家人外海画一个禁制区，隔岸港外口画一个禁制区，甲咱封锁咱海港，迄偌危险呢？因为迄阵。台湾的粮食自给率32%到34%，等于三分之一呢。台湾的战备粮头半年，
你若用封锁半年，咱粮食无剩的三分之二无法度入来，咱拢爱靠家己内底三百人食。食半年，咱若食了啊，无物件好食。咱剩一工本来爱食三顿，阵啊剩食一顿。大家为了粮食，我着内乱啊，着烧台啊。而且，咱是一个外销型的、海岛型的这个经济贸易体，咱所有做出来的产品，大部分拢靠外销、赚外汇、赚钱，啊，甲这钱去买粮食入来。咱的粮食无法度入来，咱的物件佫无法度出口，绝对就乱了，就爆开。所以，美国一直听到阿强阿咧取消，要取消飞弹，伊无。无免经过咱要求，美国随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一个尼米兹号，一个独立号，一个驶伫北台湾海域过咧，一个南台湾海域过掉。阿强阿嘛惊着，吾哪呢？伊无料想讲美军会出动，带遮大批的部队出来保护台湾。啊，这就是这个底阿片底阿伫咧美国手里，你阿过好啊，袂使话阿强阿抢伊啊，将来。咱日本政府若提钱要来赎回去的时候，讲无我物件放弃啊，向退去啊，交代袂过哦，吼、哦。所以这战争在，你爱记讲，咱台湾人大主大的就要讲独立出来，讲台湾要统独公投，这美国绝对无答应，袂使让你变更台湾的主权地位，吼、哦。尤其是你用民主程序，用公投这个方式，美国绝对无答应，因为公投落去吼。哦，嘿，那真正讲，恁独立成功，还是统一成功，对美国来讲，伊拢放弃这块土地，伊无法度家己本天皇交代，好、哦。啊、哦，这就是怎样讲，美国讲，独立代表战争原因。啊，是安那美国讲，台湾袂使公投，同款他都要讲的。美国画了一条红线，就是你袂使。变更哦，片面变更台湾甲澎湖的现况，就是用爱一直维持伫旧金山合约所讲的，日本敢若放弃台湾的地上管辖治理权，主权无变更，这个土地主人还是日本天皇。好、哦，等于，譬如讲你有一家土地，我来甲你租五栋。每一年租金10万，我把50万交你，啊，咱签一个，签好迄一天开始，你就是放弃你的土地地上管辖治理权，吼、哦，我潘良华要带电源种山啊、种奶子、种金蕉，就我的权利，但是无变更迄个所有权证的所有权人、哦土地要搁你的名，对不对？啊，无办过户啊，我只甲你租电管这个使用权呢，地上管辖治理权呢。五年到，你若不爱租我，你主人收回管辖治理权。好、哦，同款意思。我即马咧讲的意思就，管辖治理权就是地上权啦。好、哦，啊，比如讲袂使公道，伊就是。知影讲，咱台湾人迄个国民党教69年，大家拢读个拢在中国本色。那么咱今仔来遮上课，无论你初级班、高级班，还是将来今仔个较悬的迄个层次的课，同款，咱就是要甲伫读个来这69年，中国甲咱放毒伫内底这本色来清。你来遮就是咧解读啦。咱较早食足的中国独立的，咱即马来遮咧解读。头拄讲的遮个课，就是要改变你的思考方向。吼、哦，我咧讲的这是真正的真相。吼、哦，咧戳破中国的谎言。吼、哦，中国人都上够骗的。吼、哦，因一句这个顺口溜：10亿人民9亿骗，还有1亿当教练。吼、哦、，OK。好，啊，袂使公道就这样。咱读个拢变中国头壳，所以你若公投落，那万一咱比一个例啦，2008年啊，甲2012年，马英九兼谢中正也好，也是兼小英，这两代个大选，你拢甲当作统独公投，因为马英九代表统的嘛，
谢中廷甲谢英代表夺的，咱拢选输呢，你搞清楚。谢中廷阁输200万票，小英的迄只三只小猪欠偌寡，咱从按正稳赢，咱阁输80万票。迄两届若真正甲当作同路公路，啊，咱今仔惨啊！阿强啊，若一方真厉害，讲阿强会使师出有名呢。我是出兵要来保护这些讲中国话、讲中国闽南话的，也即个中国裔的人民，拄啊像克里米亚同款。克里米亚，俄罗斯甲鼓动叫因克里米亚人独立，独立成功了，佮经过因的国会通过，讲要加入俄罗斯联邦，所以加入伫等于像并吞迄个俄罗斯并吞的同款，欢欢喜互人并吞。啊，你公投那2008年甲2010年。公道了，拄好讲恁要去挖中国，啊！美国美日安保条约要出兵，哇！恁民主程序，恁家己欢喜甘愿所选择的，我怎么办？说哇，美日安保条约师出无名呢，爱尊重恁人民的民主，就是人民为主，人民的决定，所有国家爱尊重啊。说无都出兵阻止啊，惨啊！咱都被划入中国的版图呀。所以美国不要咱公道是这个原因。虽然美国是自由、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因家己选举不是嘛咧办公道，但是这关系到台湾的前途命运，美国袂使凊彩办哈。哦，这头拄啊讲过哈。那么，只要那美国爱咱台湾民政府爱训练4000名人员，甲合法41万份的台湾警卫训练，这美国。干那，互咱这两个条件，叫咱这两个准备好，安尼，伊就要甲监管交予咱。因为1945年10月25日，美国委托蒋介石的部队来，吼，包括因的公告人员，因陈仪带1000个人来，迄阵台湾差不多600万人，啊，即马台湾2300万，所以美国要求咱。差不多600万的四倍，所以咱叫咱来训练4000个，读较清楚的，吼，袂堪美国唱反调。哦，咱爱承认咱是战败者，咱是被占领者。啊，占领者有最高的权力，伊所讲的就是命令，咱爱遵照他的命令，一步一脚印，堪美国配合，你莫计较。咱也是国际法，也是国际战争法。咱无迄款个专家人才，吼啊！所以咱来跟美国、跟日本来配合，吼！咱个母国交代咱安怎做，啊！咱个占领者美国交代咱安怎做，咱一步一卡印，都袂出错，毋免计较，毋免像头拄啊阿扁为着2000年个选举，甲台湾讲，中华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个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台湾等于中国，中华民国，啊，都要变人诶，吼、哦。好，第三，咱来看美军占领台湾的法律甲伊的依据甲迹象，吼、哦。第一，伊是依据1945年9月7日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般命令来，吼、哦。这个是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啊！伫1945年8月10日，由当时的杜鲁门总统核准授权，予麦克阿瑟将军。伫1945年9月7日，伫日本东京湾密苏里舰顶管，日本首相日来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在台日军的导航来个缴械。你注意命令蒋介石，因为迄阵杜鲁门是所有盟军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伊只是中国战区的统帅，那么麦克阿瑟，这个麦克阿瑟将军，伊是太平洋战区的统帅。啊，你注意哦，台湾朋友，这个战争咱是属太平洋战军战区，哈、哦，咱唔是中国战区，因为咱唔是中国的一线，哦，但是所以咱拢讲太平洋战争，哦，台湾参加太平洋战争。
这是第一个法理依据哈，第二个法理依据。好啦，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依照权力来分配盟军，什么人去占什么所在？这个一号命令，当时命令蒋介石来接管台湾甲平洋，嘛去接管北纬十六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就是北越。好，啊，另外这个一号命令嘛发落苏联，伊要求伫北纬三十八度以北北朝鲜，包括中国的东北这个满洲国，吼，向苏联远东军的总司令来导航。啊，你注意，偏偏一般命令发落苏联有苏联这个国号，伊发落蒋介石电管头前无加中华民国，啥物原因？因为迄阵啥物人要代表中国，啊，真歹讲。因为中国迄阵有四个政府，一个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南京的汪精卫政府，搁延安的毛泽东政府，搁有满洲国，啊，想要代表中国，啊，所以只有无写国名，吼，干那讲命令蒋介石。好，第二个就是1952年4月2日被香港旧金山调。伊个第二条个 B， 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个管辖治理权。哈，第二十三条 A， 确定美国是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这个身份。当然，这个日本就包括日属个台湾。哦，咱是属日本个哦，哦，莫袂记个，咱唔是属中华民国个。哦，咱加进一个日属。哈，所以咱一直咧讲日属美战，台湾个正港个地位就是日属美战。哈。日本天皇的，但是即马是美国军事占领中，啊，但是委托流亡的中华民国咧代管哈。好，过来，对日合约的拟定，包括跟其他这51个国家同盟国来协商，这拢是杜勒斯咧主导甲分配。啊，这个杜勒斯是美国总统所聘任的，这个杜勒斯不也嘛做到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啊！今仔咱台湾是好佳哉，有这个杜勒斯，甲咱台湾，会使讲保留一条命脉，吼、哦。伊这个用这个，伊咧拟定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有甲咱台湾留一条生路，吼、哦。好，过来就是台湾管理法，这伫1979年4月7日，因个美国个参众议院订立了，追溯到1月7日生效。因为1月7日，美国已经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要关于定这个台湾管制法来连接头拄仔咧讲的这个第一号命令，哈，好，啊，这是美国的国内法。美国，因为参众议院第一咧，美国的华盛顿咧拟定，我咧通过这法，拢无跟咱台湾人参详，应该咧就自行订立。佮进行实施，要带台湾实施，嘛免甲咱台湾人讲，吼、哦。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依靠这个权利佮有义务来订立。咱毋捌听到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吼、哦。过来，1982年，这个梅根总统对台湾有6项保证，这是甚物原因？爱对咱台湾做6项保证，伊就欠咱了。无呢，啊！这是美国迄阵要跟阿强啊签8.17公报进程，迄阵台湾住伫台湾顶管，即个台湾人也好，也是中国人啊，人心惶惶。包括迄阵的因的中华民国的大佬、党国大佬陈立夫、陈果夫，伫因的杂志顶管写文章，标题写作大字，迄我看了之后够见笑。伊讲，想尽任何办法都要抱住美国的大腿。哦，你看这有够设计的，啊，就是，伊拢咧惊，惊讲这个8.17公报，就是较早1949年美国对华白皮书发布同款。迄、那个美国迄、那个对华白皮书发布，迄阵拄啊国共内战。
迄个美国安生要放弃蒋介石这个政权，所以迄个对华白皮书呐发布了，国民党军规个溃散，兵败如山倒。啊，因战败吼，一直撤退，一直输，一直撤退。但是伊西岸个吹杯，因家己个官报吼，中央党报，赶快报告讲。你要看伊标题，看改成拍赢，伊安怎写？你知吗？伊拍输咧撤退，伊唔讲撤退哦，我军转进，转个方向前进，撤退唔讲，伊讲我军转进神速哦，讲足紧诶，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哦。你啊向往看，看伊标题，搁是偌敖，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安尼有够走无？台语四字就甲解决啦，叫做拍输走赢，准走来台湾。啊，咱就为刚开始，咱就准了有够衰啊！啊，即马即个八一七公报要跟阿强阿签，因中国人佫在世啊，讲阿惨啊，台湾要互美国出卖互阿强阿爷款，所以人心惶惶。迄阵有钱人拢咧变卖家产。想办法要摕到美国的绿卡，要移民出去。啊，阵蒋个迄个蒋经国，就透过伊个外交管道去甲美国讲，甲要求列根总统爱讲一寡话来安搭住伫台湾顶管遮个居民吼，包括中国人的心吼。啊，所以美国列根总统总来发布对台六项保证。第一，咱来看讲伊是啥呐吼？美国无意思要就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伊介惊讲台湾人美国可能买袂起武器啊，吼，惊无先进的武器就无落对抗中阿强啊，吼，美国袂就对台湾的军售议题事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啊，你注意看，这有一个对台，这个咧讲的拢叫做《台湾关系法》内底。台湾治理当局，吼，唔是台湾人，是咧代替美军咧管台湾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啊，其实伊个背后就是国民党当局就对啦，吼。第三，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军售，吼。第四，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吼。第五，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蒋介石。美国未施压迫，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啊，这个头拄仔咧讲，这未修改台湾关系，因为真侪台湾人拢认为是台湾关系法咧保护台湾。啊，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正经咧保护台湾呢，是旧金山和平条约，这国际条约，这是51个国家。所签订的国际条，这个才是正港咧保护台湾。这个台湾关系法当然完了保护着台湾，但是同时嘛，伊保护着中国人。咱若回归历史的原点，回归到旧金山和平条约，遐所讲的是保护着本土台湾人，都无讲保护着中国人。因来台湾这是非法的。1949年德蒙来这，个到尾200万的人。迄是非法的。你头拄仔咧讲诶，根据盟军统帅第1号命令，麦克阿瑟1号命令来，迄批来，迄是合法的。但是1949年，德兰来遐合作难民，迄个合作武装难民，炸刀炸枪对吧？无人讲民，吼，一般你若走去别个国家，伫边界就拢缴械啊，啊拢嘛联合国。搭天都搭帐篷来，互恁住，无像中国人遐好。来台湾，阮的士大人恁爸，都爱起乌下厝的平房，做建村，互遐中国人民住。哦，迄足豪华的，那伊跟天都来比。你看即摆黎巴嫩，还是叙利亚，因遐难民拢嘛住天都，那有咧像即摆，咱搁起第二间互因住，起大楼，对不对？啊，阮士大人的厝。拢原来家己开钱去买砖啊，买钢筋，等下请师傅去，拢家己开钱。
啊，伊讲，嗯，阮农民，阮足伟大呢，阮拢过海防，吼、哦，徛海边呢。好啊，即分工合作嘛。你去徛海边，你爱食饭无？若无，阮是大人种稻米，晒甲打打，送互恁食。阮若拢留起来，唔爱交互你食。你三工无食，我看你还要徛海边无？你著软卡。啊，平平，大家拢是。那你讲是中华民国国民，唔是爱一视同仁吗？你起两代互因住，你嘛爱起两代的厝互阮的士大人住，结果无啊吼。所以咱比占领比爱就是安尼吼，福利无同。来，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讲有主权这个主张，这个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美国也无要承认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伊咧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省，哦，无这个代志，美国也不会承认。啊，所以伊讲这六点来安搭伫台湾顶原只人民的心，哦，这个发布了，当然心就较安落来，哦，就无遐动荡，哦，好。啊，咱拢唔捌听到其他的国家对台湾有任何保证承诺，是安怎伊就爱对咱有保证，爱有承诺？这一定咱跟关系相当的密切嘛。在法律上，就我头拄仔讲的，台湾甲澎湖是他在监管的地方，不允许动乱。好，所以美国就爱赶紧发布这六项保证，来安搭住伫台湾监管这台湾人的心。好，好，过来咱来看。美国核电的意义，吼、哦，你若动转流氓，中华民国总统拢爱接到美国的核电来甲你承认，吼、哦，这拄啊，敢若像麦克阿瑟一号命令呢，授权吼蒋介石，啊，较早是直接派人，啊，即摆较民主啊，分两算的，哦，你就甲当作讲，其实。敢那一个美国的足大间的迄个素食店，伊较早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管台湾这间分公司。那么即马开放予你用选的，恁台湾人家己选一个新的总经理。好，啊较早有选到李登辉，选到陈水扁，啊即马选到这个叫马英九。那么选到拢爱等美国的核电来甲你承认。好，咱来看。2004年3月20日，3.19枪击案发生。阿扁也问林郑甲宋，因两个夹做伙讲稳赢，巴肚着枪了，阿扁也叫人敲电话问，敢要阁选落发生这个代志？林郑甲宋楚瑜等袂赴要做总统，明仔载投票投落，阮就是当选啊！讲没有问题，继续选，哇！一个选落到来煞输，无到30,000票。换算起来，拄啊输0.228，我拄啊看228是现在英联有咧运作个款，吼、哦，啊输个就输啦。进前2000年是输，敢那60,000-70,000票吼，算赢无济。那么即届好，佫赢较少好，连胜都赢个，唔愿输就对啊。伊个支持者去霸占凯达格兰大道，嘛去霸占。中选会，啊，这个，咱迄阵拢咧等白宫的贺电吼，迄款的安尼，捧人安尼做欢乐的，他也拢无贺电来，一礼拜后佫无来，阿扁啊，迄阵跟迄个夏新，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夏新有实在有交情，拜托伊去问讲是安那白宫贺电拢无来，叫夏新真来问，讲贺电拢准备好啊。只要恁中华民国中选会，把迄个当选证书公告打去，半点钟来贺电就收到。吼、哦、啊，所以等迄个主任委员黄兆成去打迄个当选证书，哪下另外拢知，好一个洞尾号打，一个阿尾号打，啊底下 Q 个啦啦玻璃拢尖尖破，结果嘛是打去。大家瞬间就去哦，哪样随甲你拆掉去，但是无差。你有大家你咧动作，
人迄个联拍的卡面啊，啪啪啪翕起来，传真去哦，美国白宫，半点钟贺电就真正就到。那也知影讲贺电一个到，因就知影讲啊，头家已经承认，即马新的总经理叫做陈水扁，所以伊知影佫乱无效，所以因就溃散，甩，是安尼甩的呢？安尼你就知影讲，连你要做，恁家己用算的，即、這个中华民国流氓总统同款。就要美国来给你承认，要发一个电报，贺电来给你承认，哈、哦。好，过来，咱来做一挂军事基地来做对比，哈、哦。在菲律宾有一个克拉克美国的空军基地，嘛有一个苏比克湾海军基地。琉球有加索纳空军基地，嘛有普天间基地，哈、哦。那么古巴有关达纳摩湾基地。台湾有清泉港空军基地，啊！你注意甲看，这四个所在过去拢是美国抗人战争所割让出来，还是说放弃的？古巴甲台湾拢放弃，好、哦，琉球美国占领，菲律宾嘛是，是这个为西班牙割让出来，好、哦，好，啊！你注意甲看，这拢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啦，所设的军事基地。无你美国你，你敢敢去阿强遐设基地，还是去北韩设基地，拢无嘛吼、哦？因为迄毋是你的军事占领地吼、哦。美国总共2003年去拍伊拉克，甲伊拉克占领，嘛无伫伊遐遐共设一个军事基地，永久的。咱这台湾这是99年，佮加99年，古巴嘛同款，吼、哦、琉球同款，拢99年加99年，这等于永久的基地啊，吼、哦。好，那么依照国际战争法规定，吼、哦，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咱大家上课上重要两点，一个其中一个，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我、哦、你看。以色列去占领加沙走廊，哦，占领38栋，在联合国的要求之下，因本来伫遐设屯垦区，建设了拢真好啊。你知影遐拢全沙漠，但是以色列足厉害，因发明这个滴灌系统这个技术，伫沙漠下顶种出农作物，但是38年的经营，到尾啊，伫联合国的要求之下。伊嘛是爱撤军，同款。伊拉克，美国2003年去甲占领，好、哦，英美联军哈、哦，英美联军2003年去攻击伊拉克，哈、哦，能够为了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而进入战役的战区，好，结果联合国有甲承认，英美联军临时管理当局，吼、哦，就是类似台湾治理当局这个意思，吼、哦，有这个权力底下管伊拉克。但是到2009年4月30日，英国军将其撤军。两年后，12月15日，美军将其撤军，哈、哦，干那剩200几个做伊拉克的军事顾问。啊，这开遐侪年，开遐侪钱，账面上要3000几个美金，实际上是开头6000几个美金。这代表换算乘以30，1亿8000亿。啊，开遐侪钱，佮牺牲遐侪美军，啊，浪费遐侪军事武器，啊，到尾拢爱撤将其撤军，袂当讲占领就变你个。袂当讲把伊拉克变作美国第51州，伊拉克州袂使，哦，这是国际战争法所规定的。好、哦，同款，美国去占领琉球的时，到时嘛就爱兴日本，好、哦，你袂当把琉球当作新的美国一州嘛袂使，好、哦，同款台湾嘛袂使变作美国的一州，因为咱这块土地有主人啊，是日本天皇啊，你袂使，如果哪讲。军事占领可以移转主权哦，安尼即马美国进全世界差不多一半拢美国个，吼、哦，即马日本拢变美国个啊，韩国嘛美国个，吼、哦，啊迄阵越南
包括规个东南亚拢被美国解放，啊，拢从美国，哇，美国都超级大国啊，哈，所以袂使安尼做，哈。那么美军军政府委托中华民国占领台湾已经，好，即马爱算69年，啊，咱林志坚伫2006年十月是告美国这个判决，那么该图对台湾军事占领日期已经无远啊，哈。那么美国军政府核发咱台湾身份证吼，伊个发完是啥款啊？即来讲者吼，即个对咱台湾政府个身份证，啊，你注意个，叫一个 class。那头拄我讲个，日本时代1945年9月7日，麦克阿瑟将军发布个命令，迄刚开始，咱个士大人，包括伊个生团落来后代，拢会当摕到 TW。但你要申请的是，你要向户政事务所申请日本时代用毛笔写的迄个户口成本，哦，袂使用电脑印的拍字的迄袂使。安尼你就自然会当摕到 TW 身份。你若摕这个身份，你就会当以后做民政府的公告人员，嘛有参选权，哈。啊，若中国人就摕 CE， 我头拄讲 CE Chinese Exile， 就是中国难民，哈，啊，因就无资格。好，啊，我即摆要讲就讲，咱后壁心情变过来，后壁阁有一个 USMG 啊，美国军政府 TGE 台湾政府所荷兰的编号，哈、啊。好，那么咱核发这个身份证的依据哈，咱的法源是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哈，甲、啊、台湾关系法。佮包括美中三个公报，佮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宪法，美国军政府管辖下，咱台湾民政府参议院所发布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咱有这个法案通过了，咱才会当依法来发迄个身份证。咱这个法案是送去予美国，送3次才通过，吼，第一个送去，无偌久就要摕了。第二届阁修改了，阁送一礼拜后阁要提，迄是到第三届送较通过哈。啊，通过咱经过咱的参议院发布生效了，咱开始，予人会当来申请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哈。真侪人有讲对这个一个中国政策无了解，嗯，啊，一个中国即马啊，阮中华民国咧，因为美国是承认阿强阿迄边。伊跟中华民国断交，啊，所以你即马美国咧用这一个中国政策，真侪台湾人无理解。啊，阮中华民国呢，伊煞甲中华民国当作外国，吼、哦，这就读个歹，吼、哦，这个一个中国政策是对的。咱的咖啡厅遐吼，电脑教室遐，拢有休息时间，拢有咧放一个中国政策，啊，是你上网，咱的官网顶管有一个了解一个中国政策，你要看，这美国人。拍的片，唔是咱台湾民政府拍的，哦，你去遐看，拢用美国发音，啊，下骹有字幕，吼、哦，你看了了解，吼、哦。Formosa， 你讲台湾啦，吼、哦，美丽的台湾，美丽之岛，台湾有水无？哦，有够水！我2008年十月23日去爬山翕的，我无想到讲我台湾。伫恒迄个恒春的东海岸、东平迄边，足水的，迄拢无开发的所在。啊，你有爱台湾无？哦，啊，毋过胡锦涛、江泽民嘛足爱台湾，习近平嘛爱台湾，啊惨啊，大家拢爱台湾。啊，台湾真的有水，可惜水人无水命，吼、哦，对无？啊，真可惜，就是讲，大家拢抢要爱，抢到衫裤拢贴破了去啊！台湾真正，吼、哦，一届来一届台，你若要做顺民，就是台，地震公来台，台清来台，日本人来台，蒋介石来，哦，就足嗲啦嘞，把咱台湾人精英30万人杀掉，安尼吼。
安尼吼，好，我讲，这个精英是日本政府开五十年才训练出来。啊，因中国人知影讲，因三流的国家，若要来管台湾这个一流的国家吼，绝对管袂起。若无这个老人抬死吼，无可能。所以，伊就有计划造册，佮利用二八事件，准做一届，甲咱这三万精英，这拢师资辈啊，拢老师、医师、吼、哦、教师，拢是这款的级数的人。啊，所以足可惜，这些老人若老落来吼，哦，台湾都即马唔知外发展吼，都卖许中国人来管啦。啊，这三万的精英卖死安尼。所以因定咧笑讲咱台湾人无人才，我都讲你台死了伊啊！小块葡萄的后壁白色恐怖嘛叫你啊！哦，伊都用几波咱台湾人软卡去啊，都无力通去甲反抗。头拄啊讲，第甲人才抬好死嘛，这拢会当做领导人，会当领导地方的人员落去反抗啊！好、哦，爱让全台湾串联的。第二，伊用甲台湾的糖油米盐拢收刮，运去支援国共内战。啊，咱台湾出产米的，结果咱台湾人无米通好食。啊，米是安尼，一日三餐，吼、哦，钱薄甲爱排骨肥布袋，较去买一斗米。所以到尾也无多，换因哥甲你用一个四万换一块。因迄阵偌夭寿呢？因用纸来甲咱换真诶物件，甲你换你实际生产出来物件，一直印纸，用纸一直甲你换。你有啥物件，你开价拢甲你买，反正我都印得有啊，钱我用家己印。啊，所以所有诶台湾诶物资拢要收刮，迄个在中国倒卖，一半因一半因第二落地啊，一半乌市卖，一半支援国共内战。啊！咱台湾人收足地纸，啊！即马伊哥甲你讲，啊！无咱即马四万来换一块，你家即马佫爱四万赔起甲伊换一块，哦，四万块的古台币去换一块的新台币，啊！你佫较好个啊！吼，你讲你即马有四千万，叫你四万换一千块，你拄啊即马存一千块，啊！一千块，那进一千块一工就开了个，所以。过来无钱啊！即好个人无钱，你若要招一堆人买抗暴，你起码要发便当放假嘛，要去游行，要去吼游街。你若无钱请伊啉车，人敢要对你去嘛？无迄个气力，即安尼就人才无去啊，有钱人无去啊。过来大地主是毋是？我那一方。一方的地方的这个头人，伊嘛会当化人来抗暴。伊即马只大地主，伊甲你讲，我即马用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甲恁只土地分分好遐佃农去啊！啊，你大地主都变小地主，嘛无力去啊！哇，这三招咱台湾就真正无力了。后壁搁一个白色恐怖，你若无听话，讲话无合，国民党听。不是半暝同掠掠去关伊啊！哦，像我初中我历史老师上课讲唔对话，啊，过着无来教，迄就掠去啊！你袂当讲真相，你爱照中华民国所国立殡仪馆所编的来教，你袂使讲真相。哦，啊，所以安尼情形下，台湾人当然就惊，真啊，太甲惊着。迄阵有一句话讲：“教起都来，都来了吼。哦”迄阵讲日本教嘛，啊，唔知影讲人教还阁会顾厝咧，会甲台湾阁顾了袂歹咧。中国地来吼，干那要食呢，甲你吞搭。吼、哦，所以我头拄仔咧讲，咧讲台湾猪问题有无？足侪问题拢中国人来了发生。啊，蒋介石嘛足要求。1949年年底，为中国引进甲要200万的猪，
来给我们饲。啊，我会记我囡仔，我看我妈妈咧饲猪吼，拢200天七个月，就会当掠来台，啊，一掠一卖，我就有通啊交注册费。1949年，蒋介石为中国引进200万来，给咱饲遐，咱甲饲69冬啊，卖台的。咱拢个交税金了，有食着，伊拢咧领18%。啊，你看咱有税无？吼、哦。就爱着挖国民党啊。对啦，爱伊。你若咧选举的时候，伊就票拢登为国民党去啊，对不对？伫关键时刻，因变做是都安尼昏昏沉沉，但是选举目睭盯光个，哦，爱登国民党，咱18%较袂放弃。昨日本来讲，伊咧18%，原定6个月发一届嘛，顶下要甲改3个月发一届，哦，就配面啊。江宜桦谁惊着？嗯、啊，年底要选举呢，啊，即个军公教即咱来提票，啊，你若甲改3个月领一届吼，啊，那票会碰见哦，会输哦，所以翻盘，讲几波讲讲的，搁救伊。本来讲要改革军公教18%，要本来半年发一届，即马要改3个月发一届，因为你半年发一届，伊爱了利息吼，国家爱财政爱给付，一年爱给付10亿的利息。台湾作祟，吼！但是你甲想，为郑成功来，荷兰人来，咱遮做伊个贸易基地，因为迄阵台湾出产鹿啊足济，荷兰人因迄个国家较寒冷，啊因航海因迄阵无敌舰队原来算真强，全世界咧做生意，啊遮有好个鹿皮，会当做寒天个御寒个物件，会当做鞋啊，哦做手套。所以鹿皮运销去较寒冷的所在，赚足侪钱。台湾也适合种甘蔗，所以引进甘蔗，你要做乌糖。啊，乌糖伫迄个时阵是高奢侈品，哦，会当卖足好个价钱。所以咱是变伊个荷兰的贸易基地。换郑成功来，咱变伊反清复明的基地。哦，伊要拍当个台清。即摆话台青来，咱变台青个官员呢，即个外国个基地，因有一句话讲：3年官2年嘛。台青派伊来遮做官，干来当做3年，袂当连任，袂当阁你做伤久，惊你含地方遮个平埔族结合，若要做变一个台湾国，哦，所以你干呐担心哦，带你几个随从过来。你的母囝拢压伫台青迄边，吼啊！所以因来都，干呐，赶紧收瓜，落地啊，2年地要满，吼，3年瓜，2年满，是讲2年落地啊，就地要满，准备，吼，要等于台青。换日本人来，哦，日本人唔知影台湾遮好，报道一年3收，2年的稻米，一季的杂粮，看是大豆、玉米、番薯。哦，这对来讲是一个大粮仓。伊摕到台湾了，伊靠有实力发动太平洋战争。因为呐，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你粮草若无足，兵啊若无饭通食，就无力通去修建。所以摕到台湾了，伊靠有实力来发动太平洋南进的，变作咱叫做南进的基地，又搁变日本的基地。啊，即摆嘛蒋介石来，我咱那个反攻复国、反共抗日复兴基地，啊，哇，400年拢咧做人的基地啊，哦，可怜。啊，你注意看，顶管这个是人造物啊，这就是满洲九鹏湾飞弹基地啊。我伪装个你啦，我若卖个讲你嘛，敢那看无？啊，咱拢永远拢咧做人的基地，吼、哦。啊，所以今仔日邀请各位来遮上课，就是你爱甲台湾的地位弄清楚了，咱要予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咱的方向较袂歪，较袂偏离，较袂讲我要台湾独立，要台湾国。这地都本来有人的国家，咱是大日本国，咱都毋是无国啊。啊，这块土地暂时由美国监管，啊，咱的战争债还袂付清，所以咱无法度台湾返还日本，无法度像琉球即马等于日本，所以暂时咱来要求美国你来亲身入来占领。把中华民国刷登个金门妈祖，吼、哦！啊，你亲身来管、来指导，啊，予阮台湾人自治，哦，予咱自治。台湾人管家己，台湾人选家己个首相，吼、哦！咱无总统，因为咱毋是国家，咱会当选一个即个行政长官就对啊。哦，将来美国入来，若要照关岛个方式，是爱派总督来。啊、所以台湾要做些问题，做些咱的观念要改变，吼、哦，咱来承认咱战败，咱承认了，好好做一个战败国的国民，来配合占领者，伊规定咱做啥，吼、哦，像咱即马咱拢接受美国的指导，美国叫咱训练四千个，咱就来训练，啊，叫咱发身份证，咱就发，发咧头拄仔讲哦 ，T W 身份证，就是要甲中国人切落开。你中国人摕到 CE 的身份，你无资格参选，你袂无资格决定台湾的前途，吼、哦！你无代表，你无民意就对啊。所有的民意是咱本土台湾人咧决定，吼、哦！啊，我今仔讲到这，感谢各位，谢谢。